钢琴音乐，早上好。就真的不会想睡觉吗？就会苏醒吗？大家，请问就会苏醒吗？谢谢泰勒的生日蜡烛。吃早餐了吗？还没，等下播完才会去吃。我原本设了7点的闹钟，想说去吃早餐，就没有，完全起不来，好吗？我对早餐的动力还没有那么强。早安。我来听迪士尼。这早上，对啊，这早上好累哦。到时候，哦，那我播完再去吃。就想说播完再去吃这样子。早安，各位。我们最近有一个，哦，我们最近不在做期末报告吗？然后我们其中的期末报告要做履历表，就是要做大学毕业之后的履历表。然后就是为了达成这些你设定好的履历表，你要做什么努力之类的，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课。蛮有趣的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们刚才讲什么？请问你刚才讲什么？不要努力，你要再撑下去，你要撑下去。昨天的衣服，飞，请问飞镖昨天有看直播吗？请问飞镖昨天有看直播吗？熟悉的感觉，那你就是熟悉错误，熟悉错误。啊，你说张腿的声音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现在想，我在履历表上面要写什么？多益900分吗？多益900分之类的。哦，我要写什么？证照。你要写什么？多益900分，会不会太高？会。哎，我现在连多益都没有考过，因为我就很懒，我就很懒，我就一直没去考多益。想当美少，这什么目标？开罗直播教学。单曲 center， 这是我证照之一吗？衣服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目标啊？这老师会，老师确定会给过吗？请问老师会给过吗？老师你错了，罚你罚站。多益几分比较合理啊？
觉得我多一几分比较合理。多一满分到底多少？完全没考过哎。我觉得考多一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哎，我连英检都没考过哎，就是那种英检初期，英检初期都没考过。多一。医用口罩，满分九九九，九九零啊，满分九九零。高中老师不会什么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没有考。七五零很强了吧？七五零很强了。七五零要直泳吗？七五零很强哎、欸，要不要考金色证书？那就八百六，多益八百六，看起来是非常遥不可及的目标哎、欸，因为我英文真的超爆烂，是真的很烂的那种。台湾平均到大概五百五，对啊，七百都很强哎、欸。很强，还不错啊，很强啊！你高于台湾人的平均两百分呢，也是厉害厉害。你要写八百哦，他知道履历表就是要写一些比较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多益八百六，金色证书，硬要金色证书。哎、欸，我要去考那个日文。什么 LJ 日文是什么？对吧？八七零比较有趣吗？八七零，八七七吧？多一八七七怎么样？LJPT LJPT 怎么分啊？什么高级吗？是吗？什么 IKEA？ 什么 IKEA？什么 IKEA？ 他的成绩怎么分呢、啊？这 LPT 哦呵呵 ，LJPT， 水哦 ，N 1到 N 5，我要考 N 1，太难太难。N1 是不是有点太遥不可及 ？N2、N3， 四年念四年，大概可以到多少？念四年 N3， 念四年 N3 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念四年 N3 可以吧？念四年 JLPT。我不可能，学日文是从 N1 才开始，什么东西 ？N3 不难，但没考过，所以我考 N2 是吗？你的不难，请问你的不难是？请问你的不难是？哦，四年可以考 N2， 那我要考 N2。LJPT， 哎 ，JLP， 稍长几是 LJPT。但是够了，
日本语能力试验。N 二，那就 N 二喽。你 N 六，请问有 N 六吗？还有什么证照可以考？台罗的证照可以考一考。闽南语认证考试。对，我现在在虚构的检定，这是我们的作业，我们作业是虚构检定，对了啦。台湾有啊，就闽南语检定啊。我要考 C2 专业级。C2 专业级在102年只有12个人通过，也太少，会不会太少？好可怕哦，会不会太难？会不会太难？只有12个人通过。那我要写，我要通过 C2 专业级，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。C2专业级，C2专业级会不会太遥不可及？那我 C1高级就好，我先通过 C1高级就好。C2专业级有点太难的感觉，有点太难的感觉。布袋戏超这。太多，因为太多才艺，先没有办法负荷，先还没有办法负荷。还有什么可以捏造？还敢捏造啊！哎呦，好难哦！对，要考教师执照哎，要考教师执照吗？要不要考教师执照？教师执照要怎么写？教师执照很烂哎，就这样写就好吗？请问教师执照要怎么写？考了教师执照，请问要怎么写？是要怎么写？早安，谢谢开心的幸运雀巢，考。那要怎么写教检通过？教师执照认证，好，教师执照认证。现在开心的花枝精粹跟开心的生日蜡烛，教师执照认证，太棒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排除要什么吧？已经捏造的蛮多了，拜拜。谢谢杨雄的幸运事业场教师资格考试检定，简称。哦，所以是什么教师资格考试检定通过？教师。
对啊，大家要实习啊，要实习吧，对啊。国际边缘人认证的部分是有这个吗？有这个吗？国际边缘人，请问有这个吗？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没有吧？国际边缘人是怎样？特级厨师是要撕开那个臂章是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泄密手势是蜡烛。厨师资格考，到底是要考多多？是要多多元发展？请问是要多多元？哎，我们有一个老师，他在上课跟我说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在教，就是在推广，他是推广世界语的人，然后他要开一个直播教学，叫我们有空可以去看。很有趣耶，我终于碰到在教世界语的人耶，好有趣哦，呵呵，超有趣的耶，我一定要看报耶。但是是不是其实已经过了？我记得好像是最近的事情，是不是其实已经过了？看一下，哎，过了啦，12月26号，完蛋，没看到，完蛋。直接错过12月26号，拜拜。天下第一武道大会，太酷了吧！可以考个意大利协会。世界有证照吗？但是很酷耶，结果我们老师也有在接触世界语，然后说哦，那老师请问你知道 Coquita Rizzo 是什么意思吗？老师你知道 Coquita Rizzo 是什么意思吗？重点我们还要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要什么明确的规划，就这个规划是要很明确的，是不是要写很多明确的规划？而且那叫什么 ？Win 哎，不是 Word，Word 它有那个履历表的格式哎，好棒！感谢它，感谢 Word 的提供。还要达成。是不一定要达成了，但是要写如何达成，是不一定要的。但这样子，如果教师资格检定通过，多一867设证书 ，GLPT 日本语能力试验 N2， 闽南语言能力认证 C1 高级，还不错吧，蛮多的。台语助语，这很难学，没有基础。Word 一直都有，对啊，是没错。你说很对哦，这是怎样？哎呦，是怎样？我们班有一个人超猛，他又学，他修了什么、啊？他修泰语，然后修日语，然后又修闽南语，然后就各种。我就看他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语言，他就每天都在看不同考试。对课语检定有兴趣吗？我大二要不要去修课语？因为我们课语的课好像大二才能修吗？是吗？哦，不知道哦，因为我们学校的课语课跟大一的必修撞到，所以一定要大二以上才有办法修。不会，他日语是完全不会，就是比我还要没有基础。他的日语比我还没基础哎，就是我还要教他50音，然后就哦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然后他就
他就超猛的，因为他们他那班的日文老师是标榜他们说，你只要上完这个学期，你们就可以去上 N 四，哎，你们就可以去考 N 四，所以他们就是教的超级扎实，然后就超累，然后每天就看他那边超累，然后所有的课，就那一天的所有课都在为了晚上的日文小考。他可能是假装不懂，不是吧？然后他泰文也是很崩溃。他说他下学期不要再这样搞死自己了，真的太累了。欸，他要去参加热舞社，然后他就知道热舞社是一个很，在每个学校应该都是，每个学校的热舞社都是一个很严格，算严格社团嘛，就是热舞社感觉都会有那种学长姐制，就很累。然后热舞社又是那种每天都要练习的社团，然后又有惩罚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看他每天快要累死了的感觉，超可怕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没错，像我。尤其正，你是正大吉他社是吗？哦，不是哦，你是去看正大吉他社，然后爱上了正大吉他社，是有妹子是吗？把自己搞弄掉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他也有在学韩文，对，他还有在学韩文，我就想说，哦，他还有吗？没错，他还在学韩文，他学日文、韩文、泰文跟闽南语。超妖羞的。你在家里走那么肤浅哦，对，哦对，早安各位。他超可怕的，他就是一个疯狂修语言的人。我想说，不会错乱吗？谁呀？我是能讲出来吗？不行吧？谁呀？哔。你很喜欢音乐，好。你很棒，给大家看我履历表的，我履历表的大头贴。我履历表大头贴，好好笑，我直接用。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我证件照的档案，就想说哦算了，直接用这张。水哦，他对他对语言很有兴趣，他也是他算蛮有天分，就是他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起来，但是有点太多，有一点太多 ，too much， 有点太多，那张照还好啦，就这样喽，反正就照，就随便的。为什么不要用上一档？不要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上一档就直接穿那个、啊、T 恤是吧？我们是 T 恤直接跳三单的 ，T 恤直接跳三单。今天明天公司到了，对啊，而且明天大家发型也会大换。同一时间，重点是四种哎、欸，超多，超多语言。嗯，然后他英文超好，他就是一直在教我英文，他英文超级好。现在也会手生日蜡烛。双马纹，双马纹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双马尾一家，双马尾，你说不是啊？我原本是辫子、欸，我原本不是双马尾哎、欸，动作也会错乱吧？对，没错。
こんにちは、私は一家よ。一关什么东西？一关包不要，我绝对不会公司照用包包头，因为自己用的话会超麻烦，就是我用不起来，很难耶。包包头像怎么绑？给老师绑的话还可以，自己绑会不会太难？你们知道我那个动物园那个捷运指导是提早了大概一两个小时起床，然后开始在用我那个难用的包包头。潇潇在想谁？潇潇想谁？潇潇就觉得我原本的发型是这样。像我跟你们说，我也不会用这个发型，因为这个发型会让我的头发看起来更多，然后就会变成一个究极爆炸头蝴蝶犬。然后头发看起来超多，然后就看起来超蓬。高大包包头，不然就是要绑两边的春丽头。不会把品牌之前绑过那种包，就是绑在正头上，就不会看不出来。你的发量是蛮多的，我的发量，糟糕，我现在都看不到你的中文。我的发量。什么领导经验？领导经验？领导经验？不是我这个履他说你要先思考你的履历表要寄给谁？我要寄给谁？这是一个很，我要寄给谁？先我要去哪里？我该何去何从？哦，发量。我的发亮，我的发亮，笑死！寄给再寄给好言吧，要寄给好言。我要寄给谁？完蛋了！我要何去何从？该何去何从？我带旅游团应征成，你说我去，我先把这工作辞掉，然后再去应征好言，然后再征三体生吗？三体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感觉也快了，感觉疫情后。但是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。寄给知名制作人，谁？陈子鸿老师。哦，不是模特儿吧？这是哪里 ？KK Box， 这是哪里？相关也可以，公视台语台，结合两项专场。童装模特儿，童装模特儿，哎，大家要寄心得给我，快点快点寄心得给我，我要交期末报告。大家快点寄台罗的心得给我，大家交功课啦。大家可以说你在上课学到什么啊，然后教学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，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啊之类的。大家快点寄心得给我，我急需大家的心得。
看到你的有心得报告，有心得报告，大家快交心得报告。可以啊，就直接外包了。不是啊，他的那一个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一个要交的就是写说成果自评及心得，自评大家成员哦成什么成果成员自评，成员自评大家自评哎、欸，自评及心得。谢谢朱莲的荧光包。不是啊，我花了五周教大家，大家应该需要给点回馈吧。多少字皆可，大家开心就好。期限哪天？1月4号前，感谢。讲我很难过哎、欸，大家，我要走心咯。完蛋，我不知道我要打什么，还有什么可以打？那我现在打，为了达成日期也太具体，不给一个具体的日期，请问大家会教吗？请大家会教吗？你们就是需要一个具体的日期好吗？我知道你们最需要具体的日期了，没有没有字数限制啊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嘟嘴明智这件事情，我不太知道哎、欸，我不太清楚。可以告吧？你是要写什么？你是要写什么？就是一个符合期末考周的时间。就是比压线时间再早了一个礼拜左右啊。那是用国际礼是什么笑笑国国际礼仪吗？请问是什么笑笑国国际礼仪吗？我要写什么？我要先写为了达成多益860金色存储，我要干嘛？多益860，这要做什么、啊？多益860金色存储要怎么做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！笑笑越来越像诈骗他了，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嘟嘴魔，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嘟嘴？对吧？对，没错。对，没错，我还要多860。先考一次看看。可能要什么？
每天背几个单子是吗？多义单子。每天背几个？20个。但我一定不会做，哈哈。每天背。要不强啊，请去考考看好吗？对吧，86超强欸。多义，欸，我怎么打不出字了？让我打字，多益860，哎，看哪个 ？This is a apple. This is an apple. 直接哦，有一个朋友说谁 ，Sayu Mayu Show Show You 什么意思？我都在叫。讲啊是什么意思？谢谢 Akira 的白色应援棒。什么是要嘟嘴的意思吗 ？Show you。早上台都开到10:30，每天那是林杰星，哈喽，那是林杰星。听说明天会爆冷欸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热，为什么？因为明天听说会气温会到6度以下，6度以下到底是什么概念？6度以下会不会太可怕？现在录一下下白色的应援棒，现在有点小热。什么？我有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泡，到底是谁？我有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，我相信未来就会有了。结果老师给的评语是：请问你有朋友吗？请问你有朋友吗？啊，你在两天假的里面刷脑欸。你明天要穿96度，太可怕了吧？是怎样？赛日长洲，然后日文简历，我有很多日本来的朋友，到底是有多朋友？我有很多
拿你前听，我每天找爸爸聊天，他说你到底每天要找多少人聊天，好好笑。我有很多朋友。哎、欸，那不要，那我多一不要，我这个日文在写，我多一写什么？每天听 podcast， 哎、欸，我这个我真会听哎，我会就是早上在，比如说化妆的时候，你就会，你要不知道听什么时候，我就会听英文 podcast， 因为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然后就不会很在意，然后就在那边化自己的妆。哎、欸，我做事情习惯听音乐，因为这样会有，就习惯听东西，这样就会知道你做那件事情大概做了多久，就是你就会方便，就心里会有个底，说你到底做了多久事情。但有很多日本来的朋友哎、欸，每天听英文 podcast， 训练。练听力和语感，多听来自不同国家的，因为那什么多益不是会考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口音吗？这个 CNN， 那真是蛮顺便的。接轨，不要跪求。早餐看 CNN， 多听来自不同。是英语还是英文啊？是不是是英语？英语。多听来自不同国家的英语口音，并且习惯。家有可能家里没有吗？没有吧。跪求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睡前背单字怎么样？利用睡前。啊，我要写除了认真上英文课，英语课，认真。利用睡前的时刻背单词。并且购买练习卷，并且哦，购买大量题库来熟悉对于。什么？对于题目的手感，并从错误的题目中发现自己不会的地方。购买大量不会写的，还是要写一下，
还是要写一下，不要那么诚实，请不要那么诚实，并请粉丝购买大量握手券与自己进行绘画练习。大家登记，登记起来。还有什么可以？我妈妈是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我妈留英的，听起来很厉害。我说什么？可以和妈妈进行英文对话。还有什么可以写啊？每天听英文 podcast。不会的地方可以问妈妈。你英文会比我英文怎样？请问英文怎样？英文怎么了？因为他是他，可以时常向他请教，这样差不多吧？这样还要什么吗？还要怎么样可以考上托英？哦，考托英什么？去上补习班了？不要啦，好懒哦。啊，我说一定不会第一次就要考860，这样。多一我要写多一860是长期目标。中间可以实际。但考多一好贵哦。在一次次当中进步，并在最后达成目标。水哦，水哦。间中，什么是间中？结识外国朋友，是要多多外国朋友，可同时复习。间中也会在脑中。间中是什么？英姐没证书吗？英姐不是会有证书？哦，过程中。过程中，
一下讲台语，一下讲英文，不要这样子，台大仔，淘汰台大仔，不要欺负我，太可怕了，他再来，然后接口齿不清，台大仔，台大仔，不要欺负我，哦，明天，哎，明天见大家，明天见嘞，天哪，这是明天见嘞，要许我，要许我，大家明天要注意保暖嘞，明天感觉很可怕，大家明天请注意保暖。呀，不是我，我妈，不是我，我妈，大家是我妈。而且我妈很厉害，她是真的靠自己赚的钱，就是她自己就年轻的时候就去什么打工之类的，然后工作，然后就靠自己存的钱去英国留学。不是，我还没考，我还没考，大家还没考，还没考，不要误会，不要吹捧我，请大家不要吹捧我，我还没考，我只在虚构一个虚构的履历表，我只在虚构的履历表，对，我妈很厉害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妈很厉害。明天冷是中哦，明天是吗？明天不是什么都会来到六度以下，然后中南部是六到十度，什么？什么一家英文好厉害、啊？先不要，先不用乱说，没有关系。大家就觉得我们这好像厉害，然后我接下来要讲我考了 JLPT 日本语能力试验 N2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最近考完了，下次可能高不到哪里去，先不要，虚构中，大家虚构中。嘟嘴有效提升，为什么嘟嘴可以有效提升？那还为什么 ？JLPT， 我要修什么？修学校的人，先修，修学校开的，是日文还日语？嘀不嘀吧不嘀不。太牵强了，真的太牵强了，太羞耻体会。为什么好像很有道理？但是我现在超热，就是我现在就很热啊，但皮肤也很热嘛。若你呢，跟马友小迪基本的对话，你说英文对话吗？月月的英文 ，I。不知道啊什么啊，不知道，忘记了。修学校开的日语学程什么之类的，老师说修完一学期就能考 N4 什么？借由老师扎实的教学步调，加上自己。回家后认真的复习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加上自己回家后认真的复习
香，然后呢？我说我也有很多。有很多来自日本的朋友，平常也会向他们请教日文。闷闷是这样哦，闷闷闷闷，真的好像闷闷哦。朋友，为什么你朋友那么多？啊，我说我之前，哎，大家知道我的日文在哪里学的吗？我在庙学的，就是因为家里的庙。因为台北庙也会有吧，就是庙都会开一些比较便宜的课程，就什么一学期整个学期2000块之类的，就是庙就会开一些课程，然后我的日文就是在庙学的。像嘉义有在教庙，就是城隍庙跟九华山地藏王、九华山地藏庵之类的。对啊，庙会教啊，庙很便宜耶，就是不是 会请老师好吗？会请老师，会请老师，很便宜耶，就是一学期2000块。然后我的五十音就是在那边学，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一直翘掉很多堂课，因为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报完名，发现其实时间对不太对得上，就是我很常要上台北。我真的开始认真学日文是什么时候？有点忘记了，但是我也正式报什么，突然很开认真在背五十音。对，是要去那种课程，就是跟很多阿姨阿公一起上。相信很快能达成目标。全学就好，但是要那种吧，有系统性的学习会比较快，因为刚全学的话会很那个断断续续的感觉，除非你自己要很努力啦。在庙学中的我想一下，还好吧，就一学期2000块，很便宜，而且加上学期末还会有那种餐会，不用钱的餐会，就很便宜。我之前我姐是在庙学二胡的、啊，在考到。N2之前，我也会从 N4开始慢慢考。努力达
成。N2 的长期目标，太棒了！大家下去超多才艺可以学。台北的庙没有吗？台北庙应该也有吧，但是台北应该是那种社区大学吧？台北应该庙不会有，但是应该有社区大学。赶快先存档。舞龙舞狮不会吧？庙不会教舞龙舞狮。舞龙舞狮，舞龙舞狮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学。哪里可以学舞龙舞狮啊？也不会教跳芭蕉掌，就是这要自己去学吧。哎，我之前有在庙里学过那个，那什么水墨画。虽然我会画竹子，我会画竹子跟梅花，我会用水墨画画竹子跟梅花。小学舞狮社太酷了吧！太酷了吧！当兵当过狮头，很酷哎，这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哎。都没说呗。北管是学校学的、啊，虽然他是我们北管是庙里的人去学校教的，但是还是在。算在学校学了，但是我会去帮庙吹唢呐，就是我们会去什么帮，比如说什么那个神明庆生，那个神明生日之类的，就会去帮那些神明庆生，蛮酷的一个体验。有练过跳桩，太酷了吧？这很酷欸。感谢家里的庙，谢龙，谢谢，就谢谢家里的庙，多才多艺的庙，真是还蛮多才多艺的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高级秘书饭的辣芙，迷你手，现在高级迷你手，哎，迷你手很好逛哎，大家不觉得迷你手是一间很好逛的店吗？高级迷你手，听起来就很高级。大家知道舞龙舞狮很难吗？其实每个才艺都蛮需要挑战的。庙里扫地的都是，哦，是哦，欸，不是，是因为听说就是扫地的，就是一直待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会看那个地方的什么，他就会偷听他们练习之类的，然后就一直听。神明看长得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我之前去过城隍庙上课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蛮怕。经过一个地方，就是他们去一个教学大楼，就要经过一个地方，然后那里就摆着很大的那种，就那种囚车、囚犯的车，大家知道吗？就那个空间又摆着囚车，
然后跟一个肃静跟回避的牌子，然后你要先经过那个空间，你才能到教学大楼。然后每次都超跑，我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超级快速通过，我都跑过去了。扫的是心底，好，谢谢。米色哦，是吗？是仿冒的大肠。对，我看小明长大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帮小明，我看小明长大，怎么会有这种概念？神明视力很好，应该是看得到。哦，死鬼虫，对啊，很可怕。然后旁边有摆肃静回避的牌子，然后每次经过都超怕，我就超级快速通过。经过那个地方，哎，我的 TP 袋好像要晾干喽，昨天直接把这些咖啡洒满地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。肃静回避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履历要写什么了，好糟糕哦。我要写同样，我还是哦，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 C1 高级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，那什么，我的模式都一样啊，就是这个目标是长期目标，我会什么努力的。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，我会先考一些比较低级一点的，比较低级一点的。那个鉴定，靠朋友，对，努力练习，然后靠朋友，然后先考一些简单的鉴定，听 podcast， 一直在听 podcast， 是要听多多 podcast。简单哦，好，讲第一集不太好，是不是？简单，简单的。为什么是2019？到底为什么这个礼物叫2019？是多久以前的礼物？今天你送的2019，感觉有点久啊，有点久的高级礼物，2019。还没跨到2020，还敢没看到？为什么有19？到底为什么有19？可以不要有19吗？19到底是什么概念？太好笑了，19。谢谢 Pat 的 Love， 感恩一波。哎，大家知道，大家知道，就是有一个提议，大家知道有一个平台叫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嘛，就是你可以提议你想要参与，你想要提议的一些政策，然后政府那边就会审核。
这样子就是审核，然后但是你需要复议，就你要复议，你需要5000，哎，对，5000个复议，你要5000个复议之后，政府就必须要正视这件事情，然后昨天在看，然后就看到很多很莫名其妙的提议，然后我最喜欢其中一个提议，现在怕的 Love 跟这里的早安宝宝，我最喜欢其中一个提议叫做。要求政府证明三色豆，并让三色豆退出校园。重点是这个有检核过，哎，这个有检核通过，哎，我有点吓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检核通过的问题？很有趣，哎，要求政府证明三色豆，并让三色豆退出校园，很荒唐，哎，很好笑。还有一个是考试时相关的否定词汇皆需加上双顶号、双底线。如果你提到否定的词，你都要加上双底线来提醒学生。这个检核也通过，哎，我真是不太懂他检核通过的标准在哪里。对，是什么公厕加装洗屁屁，就是公厕。免治马桶，免治马桶啊，但会不会没有人敢用？感觉会没有人敢用。等一下，有一个超怪，有一个他检核不通过，我想检核通过。三色豆整合，大家可以去复议一下三色豆，请让三色豆退出校园。网络是不是不稳了？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一萝莉控们，哎，它的标题就叫萝莉，哎呦。好吗？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卡。有一个标题有福了，高中必修课程中增加与国中小一同学什么意思？感觉哎，网络不稳，我立马生气了。是不是很卡？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检核，与军徽改为史瑞克的部分，不开心了啦，史瑞克也不开心了。现在还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现在好吗？现在有卡吗？回来了，好。大家有听到我刚才讲什么吗？就是有一个题是台湾的国徽，哎，台湾的军徽什么之类的。台湾的国鸟，台湾国鸟与军徽改成史瑞克。然后还有萝莉控的有福了，高中必修课程中增加与国中小一同学习的时间，但是都没有审核通过啊。但是那个三色豆居然给我检核通过，三色豆检核通过也是很荒唐。提议让真的肉圆证明水晶饺，很荒唐，哎，真的很荒唐。
问号。改成史瑞克的理由是什么？这要去查，我去查一下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公民政策网络参与平台，这个好荒谬哦！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参与一下。公民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真的很扯，请输入关键字史瑞克。哎，我开到飞航了。需要进化一下是吗？这个提议，该不会提议人是 MISO 吧？等一下，他写他说。请问，就是史瑞克变成军徽的话带来的利益，不过对台湾政治会带来翻天覆地影响，也蛮好笑。他说，史瑞克居住在偏远，与世隔绝，沼泽内，象征台湾的国际处境，符合我国象征性代表物。还蛮有趣的。哦，他说感谢您的提案。他说感谢您的提案，本案提议内容设网路虚拟人物，根据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实施要符合提议范围，因此本案不进入复议。超好笑哎！张国辉改成 TP 标志，宣扬我国偶像软实力，好荒唐哦！我要去查三，我要看那个他的名片是什么。他说避免大众对其名称产生误解，造成诽谤。什么东西？好好笑哦！而且大家都是附议，都说什么赞成，真的难，好好笑哦。哎，他很认真，他说。首先，先来谈谈三色豆的成分。柠檬，三色豆的组成包含红萝卜丁、玉米粒与豌豆仁等，易被容易误会为蔬菜。豌豆仁却属全谷杂粮类，量约70卡，等于多吃1/4至1/8碗。出现不仅名不符实，且间接造成我们减肥失败，食不灵，这样的状况并不合理。且学生的营养午餐当中时常出现被当作蔬菜运用的三色豆，对学生，他讲的很有道理耶，请不要讲76个人，还蛮有趣的。真是很有趣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好荒唐。每个节日都放，这谁提议的？每个节日都放，没有一个人附议，好好笑。哦，菜里放三色豆，因为都不吃，所以就会变瘦，好像也是有道理，好像也是有道理。履历表大头照废除，哎，这个蛮棒的，因为很多人就会看脸啊，
履历表大头照废除这个点子好像还不错，就蛮有道理的，因为就是现在很多这种，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因为你长怎样，然后就不给你机会。啊，我来看一下。有很多很荒谬的，出台湾之类的，那还是三色豆。我觉得三色豆很棒，很棒。三色豆，持续加油。他讲的是蔬菜，就他其实是五谷杂粮，好荒唐哦！好荒唐哦，好喜欢了吧？你，我们的 Gemini 小朋友在吗 ？Gemini 小朋友要交，Gemini 小朋友，还有很多都是那种，为什么小学生，什么寒暑假不要有寒假作业之类的东西，酷欸，要不要提点子？大家可以去提一下，我帮你复议。太酷了，真的有很酷那种，很多很酷的提案欸，好有趣哦，好有趣哦，我们的 Gemini 小朋友，你说人要学会嘟嘴吗？是要提，我们先帮大家念排名，是 Gemini 考其他对手，谢谢 Gemini 考其他对手的 Gemini 是高级米手饭考其他对手，谢谢高级米手饭考其他对手，第三考其他对手，谢谢查考不拉考其他对手。第四名是杜瑞州，第五名是振宇口皮亚杜瑞州，第六名是泡芙大叔口皮亚杜瑞州，第七名是落日笑笑口皮亚杜瑞州，谢谢 Pat 口皮亚杜瑞州，杜瑞州谢谢 Talon 口皮亚杜瑞州，第十名是浪里的挥手口皮亚，第十三名是阿基拉口皮亚杜瑞州，第十四。是刘建国口皮亚对手，谢谢建国文口皮亚对手，谢谢。卡好像有一点，但是 Gemini 是不是不在了 ？Gemini 哦，是哦，不要，我要念 Gemini， 我要念 Gemini。我要念 Gemini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我就跑路了。
下次再跟他，下次再跟。I lie to myself. 第一次爱了。请告。看是没有糟糕，我们下次再找 Gamony 讨债，我们下次家里看到 Gamony 我们就开始跟他讨债。好怪哦，好怪哦，输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喽，跟他说再见喽。其实我也有你，但是我也差。喊了一个，拜拜。炮大叔就放午安，刘建谷就放午安，诺瑞头像就放午安，都不稳。迷雾鸡就放午安，泡芙大叔就安，刘建谷就放午安，老沙就放午安，就连就放午安，阿哲鸡就放午安。肌肉放午安，在2020的最后还是看不到一，没有错。那影片有没有机会？没有，不知道。下一条肌肉放午安。午安喽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拜！明年见，大家明年见。对，我们要展望新的一年，大家明年。